另外再带你来看到的是卓西邮局，还没有营业就有婆婆妈妈们来排队准备领取三倍券。那么玉里镇上的邮局大概是在9点半以后才有民众是陆续领号码牌来排队，而有民众就说了，因为电脑当机所以耽误一点时间，不过有领到就好了。而邮局就提醒了民众，目前邮局贩售三倍券呢是周一、三跟五只限身份证尾数呢是单号的人购买，那么周二、周四才开放双号，而周六则是单双号都能买，周日则不开放。邮局铁门还没拉上，就有民众排队等着要领15号上路的振兴三倍券。卓西部落的妈妈们说，很担心等一下会很多人，所以先来排队。三倍券还没有8点就来了。哇，等一下人很多啊！玉里镇的邮局则是陆续越来越多人，不过人潮并没有想象中的拥挤，民众也都很守秩序的领号码牌，坐在休息区吹冷气来等待。民众说，差不多快10点左右，电脑宕机了，又稍微等了一下，不过一切都还很顺利。电脑宕机啊！哦，你觉得还好哦？可是那个有点出了问题。邮局提醒，目前邮局贩售三倍券，周一、三、五只限身份证字号尾数单号的民众购买，周二、周四才开放双号，周六则是单双号都能够购买，周日则是不开放。记者高双双、玉里卓西采访报道。